我终于到家了。Hello， 嘉俊，为什么你也在？我陪他们回家了啦，我不回家。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会想我们吗？会啊。黑牛为什么不回家？没有，大家结婚了啦。那台湾人呢？要回南部了。我十年没回家了。你会不会怕你家人看到你，他们说，哎，你是谁？我有一点怕。真的？看一下你的脸啊。很开心吗？还是紧张？都有。你觉得你爸妈见到你第一句话会讲什么？就会哭了，我不会哭。觉得 你现在就想哭了，你还在那边哭。因为我就会想他们呢，会想他跟台湾朋友这样子就哭。但我们一起去啊，所以不用太想。但是母乳没有母乳啊，没有安迪啊，没有 Jason。母乳，你在哪里？我在公司啊。你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要中午回，我先。Damn，Jamie，你没有钱哦。那就是我们就跟那个他叫什么名？不要！我要跟真真跟嘉俊回去了。Jamie说他会哭哭。他说因为没有母乳，没有母乳，没有 Jason 呢，所以我就你第一个就讲，你第一个就讲母乳。那不是啦，母乳 later， 我们大家跟别人打给你好不好？那我介绍你这个跟爸妈介绍谁是母乳啊？你有跟我们讲说你有一个9岁的弟弟，但你从没有见过他。因为有三个吧。有三个你没见过？有一个有见过了，但是那时候他就是小小 baby。这个太小了。有多小？就是这样小。然后有两个我们见过。哦，有两个你没见过，一个9岁，啊，一个几岁？几岁我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九岁？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跟你爸妈联络吗？我知道我们有小孩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几岁了。好了，我们先去 check in 啊，好不好 ？check in 啊，对。我要回家了。你们有什么感觉？好累，好远啊！我也很饿啊！准备下飞机吧！哎，冻水了，一直冻水了！那时候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是不来讲。哦，对不走！哇，我到家了，什么感觉？哎，高比亚的弟怎么样？他刚一直说他要回台湾，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太远了。为什么亚洲那么远呢？这边到美国8个小时飞就到了，英国也是6个小时，看亚洲24个小时呢。我想吃东西了，等一下我们去吃好吃的。好，大家 welcome to 高比亚，我们先走了。耶，大家很嗨。现在我们要买高比亚最有名的烤肉。我们今天的晚餐这边是羊肉。为什么有的要包起来，有没有包起来？包起来的呢，是已经好了，人家有人来买，就买就借给他了。这个还是跟家人在讲话。这个不是家人，这个是朋友，我家人都没有接电话了。男生啦，男生，我家人不要我了，我要回台湾了。好，又要回台湾了，你不想吃了？我要先吃再回台湾了。超好吃的，我们现在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用那个秧，然后把它腌芥末酱，还有一个很常做的那个吗？这个比较好，对，这个比较 local 了。哇 ，Happy Face 吧，又是。黑龙跟那个嘉俊他们出门啊，刚刚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来找我，这个是我从小时候的那个朋友啊。What's your name？ 娜娜。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娜娜吗？我刚刚跟这个朋友解释说，真的 is from Jennifer。他是用英文娜娜。娜娜 ，no， 娜娜很 gay 啊，没有，你是男生，男生要有一个，不会啦，娜娜，他是娜娜。刚刚娜娜见到那个玛哈第一句话就是 Chapanya， 对，大人你好就是 Chapanya， 超好的朋友才会这样。现在是处理什么事？我们要住他的家，因为我的这个朋友的家很大 ，Airbnb。Airbnb 的 ，It's good， It's good。那我们现在出发啦，出发了。哇！哎，我们早上应该是这边吃的嘛？大家，我们那么早来了，然后你看。Crocodile， 我的妈！没有啦，是有人在运动了，在 push up 了啦。我也要运动了。
哎，那么冷，干你快死掉嘞，干你娘嘞！然后我们住在那边，家俊，很舒服哦，舒服哦。那你叫进去水里面了、啊？哎，太冷了，你会死掉嘞。这个面包啊，很特别啊，这个是 local style， 烧饼夹蛋。对，你们是法国面包夹蛋。这个不要叫它法国面包啊，塔巴拉巴。塔巴拉巴。就是跟法国面包很像，但是不是法国面包。面包里面有洋葱炒蛋。是你们台湾的，就是用一台 machine 然后做的吗？我们会盖一个房间做披萨那种。做披萨，比较像披萨边边的口感。对。OK。这个是我的面包啊，不要像啊。你记得我昨天的朋友就跟你说青葱刚刚刚。有。他们以为青葱是你好的意思啊。我以前老师教我你好，我就用鼻子讲你好，然后老师说为什么你讲话这样。很奇怪，我们听你们讲话，我们好像你们用你们的这个鼻子。长颈龙虫，再去查下一种的。对，真虫啊，真虫啊。我的名字是钱钱哦。谁呀？韩国的。朱丽倩又不是韩国的，香港人，香港人。钟雷啊，钟龙。对。蛮像的，蛮像。好，我的没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到我们的饭店呢 ，have some problem， 所以我打给你，然后就是，你们那边有没有房间吗？然后你说，哦，对了，你们这边就可以来。This place is very expensive. Well, he's my childhood friend. He's my brother from another mama. 我是他的哥哥。So that's why I make a cheap price for you guys, you know. 我是你哥哥还是弟弟 ？In English, bro. 为什么你的呼吸比较多？讲英文。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I don't know his house. I'm gonna call his little brother to come pick us. We go to his house.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啊。家人打给他，他们说，哦，好，等一下。等了两天了，妈的。Where is my home? 嘉明的弟弟，查到弟弟了，所以我就会查到我家了。快点过来 ，taxi 过来，OK. 奔跑的弟弟，我刚刚跟我弟弟说，你要那个叫 taxi 啊，然后再一起跑步。他说之前叫说100块，干你娘嘞，那么贵，我家到底在哪里了 ？Where is my home？ 我的 home 到底在甘比亚吗？你礼拜天回台湾吗？对啊，我们一起回了。查到了，这里，我妈妈。爸爸，耶。我查到我家了。这个是我妈妈。跟大妈说你好。名字。法度，这个是我爸爸，你叫什么？沙丘，他叫沙丘。佛凡娜，对，这个是 Jennifer，George，Yes， 这个也是我的弟弟哦，9岁的，对，是九岁的弟弟，对，他是我一个弟弟，我在台湾打出生的。你刚刚说什么？要讲英文。他说他要加单车了，但你。我家好多人哦，对，我有些人我不认识的哦。他只有说，他有一个9岁没看过的，结果蹦出超多个，他根本就没看。你们来。他是我一个弟弟啊，但是最后的，我跟我妈妈说不要再生小孩。都是同一个妈妈，对不对？对，一个妈妈9个。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他没有跟我说你好，就说我也要脚踏车，因为我买那个我买那个脚踏车给9岁的弟弟，考得很好，就买这个。然后这个看到我就说他要脚踏车。好了，你考得很好，我就买脚踏车，好不好？哇，中文那么好。好。你们又开灯了吗？所以说那么，很像电影院。他们说你们这边很像电影院。你要讲英文啦，English。Hello, 这个是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跟我一样啊，长得头发。你跟你爸长很像哎。但是我比较帅了。第一个。妈好在这上面。1234567890。等一下，下面有重复。哦，重复了，吓毁掉了。我刚刚要问妈妈什么了？这个是我妈妈。好漂亮 ，beautiful。
这个是我们家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用这个家的家，是这个家。这个是他们的 dining room。dining room， 哇，这里。我们国家这里如果要房间香香的，就是用这个。温温的。对，温温的，然后东西放里面，然后为了房间香香的，对对。你们家比较喜欢走暗暗的。对，哎，我刚刚到这那边，我就跟大妈说，你们开灯了吗？大妈说，嗯。你们要加油了，这边暗暗的、啊。那我那个门都是自己切的吧？好可爱。对。Do you guys follow 那个莫家的布吗？我跟第一个妹妹说，要不要去 你的那个房间？她说不要。不要打扰女生的房间。女生的房间真的很乱。We are not going to your room。要去女生的房间的嘛？这个是爸爸妈妈的房间。他们房间有冰箱哎。我看到啤酒袋了。嗯，对，拿东西在那。我问他为什么你们的冰箱不放那边外面？是不是因为怕弟弟跟妹妹偷吃东西？对对对 ，camera 前面他不想讲了，我懂了，我懂了。小时候就偷偷开，你小时候都会偷偷吃啊？然后哎，你们台湾有这个吗？浇花吗 ？No， 这个是水壶。水壶。我们是铁的，我们可以撕开。对，我看到铁的这个，但是这个没有。还有什么？还把那个灯关了。OK， 好，你们跟他。你要去啊？你要翻译。很累，哎，我连天在一直叫我家，我家在哪里？我家在哪里？现在超大叫，我很累，想休息了。你爸爸来，阿婆嗨。这个是我是 uncle， 阿婆 uncle。uncle。阿婆你好。你好。哦，很标准。可以再去台湾了。我们一起去台湾好不好？被抱走。又来一个。哎，又来一个。妹妹，你抱他好了，可爱。你吧，你不要问他，有时间拿，时间拿，对，时间拿到你的礼物。好，这个是我们我跟晨晨的母乳，这个是我们跟晨晨的哦。Hello。你会走路吗？好不好？你会走路吗？会。大家的厨房都是分开的吗？还是？很多人也是在外面厨房。两间不同的吗 ？What is in that？厨房的东西就放那边，来个 store。一整间放。对对对对对。所以以后如果我就要来住跟别人的话，就可以才来这边开一个房间。男生都可以，但是女生都会，我们这边的文化就是女生就结婚了就会在他们外面。哦，所以你妹妹今天也是特别回来。特别回来的，不然我不会看到这个、啊。那就是 baby girl。那、啊、你问他头发是他妈妈编的还是出去编的？哦哦，等一下要弄你的头，表妹是表妹说的。表妹说的。对。那、嗯、要说漂亮啊。漂亮 ，beautiful。哦。那我们进去。进去吧。这里太热了。对。我们带一点衣服。嘉明，你可以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好，你们打开。这个是什么 ？Seaweed。Seaweed。Seaweed。好，没关系，给他们吃了。你们都很放假了，我说台湾的有些东西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奇怪的，但是人家送你们礼物就费了两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吃了。对，那他们的，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好吃的话，就掉下来了。他们妹妹说不行了，他们要吃。安吉米，第二个，第二个，弟弟说好像有那个有海的味道。爸爸觉得怎么样？哪里的？他说不错，那你觉得呢？没有蛋，真的是。等等，不能放这边。你吃。哎，这个要配茶，你刚刚说配茶喝。好，你们有没有给一个提供啥辣带的？真的。对，我爸爸妈妈适合去台湾了。我算钱带你们去台湾。那什么台湾？你咋碰到你压力多了呀 ？Test。爸爸说这个好吃 ，idea 的就是好吃。你们要拿然后吃 ，good。那你喜欢 ？so good。那是什么都吃的大。然后还有 nice。你要吃吗？我看到了，八个拉倒。你有吗？我他有那个了，你来看。有，有牙齿了，有，牙齿坏掉，牛肉面不能吃。啊，喜欢？哈哈哈哈哈。In Taiwan is very very famous and very very expensive. Pineapple and egg. 阿迪亚的 burger。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有礼貌，每个东西都是说好吃。This guy， 你敢问你的 hello？ 所以每 YouTube 看看他们的，全部的。所以你超好吃 ，very good， 超好吃的。你们 hello 呢？阿爸 hello。
Hello. 对 ，You have two different flavors. 说有空可以吃吃看。要不要等我看，拿了啤酒，拿枪，拿酒了 ，Yeah。你们把那个 table， 还有那个，我来。现在嘉明很久没回到家，那我们就给他点时间，让他跟大家相聚一下。嘉明他的表妹很厉害，他说他要帮我弄头发，这样。他说我坐下，他们等下就会过来。哇，好香！感动啊，看到他们啊，就是他们都长大了。最小的弟弟都从抱着到现在都已经完全不知道你是谁。对，我的妹妹就已经结婚了，生了两个小孩啊。看到爸爸妈妈也已经老了，爸爸比较老。他们感觉身体都还蛮健康的。很健康，但是爸爸就是抽烟的啊，对，我就说牛肉面不能吃，他已经习惯了。我们不会啦，看身体还是很健康，还是健康的。对，我们吃饭了，我真的很饿。你等一下多花点时间跟他们就是叙旧一下。对，好。这是嘉明的家人准备的，哇！哇，亚萨，亚萨，亚萨，这个是这个亚萨，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瓜瓜 spicy， 嗯，它有一个香料，哦，蛮辣的，蛮辣。The traditional food， yeah sure， 来，你妈妈会做这个吗？ Yeah sure， but I think my mom is better cook than your mom。You will know, mom。你是不是要冲出去找妈妈了？那一言不合就脱衣服，很好吃还是怎样？九年没吃到的味道，这个台湾吃得到吗？没有，吃不到。你们反正先吃，你可以来吃了，来，我们吃哦。两天找不到我家，但是现在很开心哦。好，拜拜。跟妈妈说拜拜，然后不要去看拜拜。拜拜。大三色豆，大三元，你要口交吗？可以啊，这个我会吃啦。三色豆我可是不吃的。他们要吃那个骂脏话啊！干你两鸡巴，干你两鸡巴。我在这边，我是八加九。干你两鸡巴！你要跟他们讲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坏哦。他们很坏，我这是巨星级服务吧？对啊。来了，干嘛了？妈妈问我打的灯泡在哪里了？这里有。那你问妈妈，如果是真真 OK 吗？我觉得 OK。OK。母乳呢？不 OK。母乳。他说母乳不 OK， 母乳不 OK。母乳不 OK。母乳不 OK。真真 OK。真真 OK。哎，好，谢谢。